陈世锦、陈盈攸、蒲济雄、李智勋等人17日出席行器发布会，连蛋天才们的相遇，除了外形超级搭之外，默契部分也是没话说。현장에서도같이이런저런얘기하면서연기할때도너무네잘맞는것같아요아그래요근데그냥하는소리가아니고네누나가저한테배려를해주는것도느껴지고많이옆에서배울수도있고호흡너무좋게재밌게잘촬영하고있습니다而被问到跟陈盈攸合作会不会倍感负担，陈世锦就回应是要逼死谁啦。제친한친구분이전작을함께찍으셔가지고사실누누이이야기를들어서알고있었어요그래서애초에뭔가어떤외적으로욕심이런걸마음을좀어느정도내려놓게되더라고요애초에바라지않게되고네그렇게내려놓으니까더편해요네아유더편하고겸손의말씀입니다세경씨除了陈世锦对自己的外貌有误解，大家公认的脸蛋天才陈盈攸听到各种称赞更是谦虚到不行。기분이좋긴한데네근데그렇다고너무그렇다기보단다들각자만의개성이있고색깔이있는거니까라고생각하고항상저희어머니께서도하시는말씀이넌약간못생겼어넌자만하지마약간그런식으로많이말씀을해주셨었거든요아그러니까엄마입장에서는그래서、네、그렇게좀커오다보니까약간그런말들으면저는기분은너무좋기도한데사람마다취향이다를수있는거니까너무기분좋기도한데한편으로아그렇게생각하지않으시는분도계실텐데라는생각도들면없을거예요예아니에요 都要这么谦虚就是了，把我们这些平民百姓放哪？